看到一个是前面，看不到后面。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事情的一半？看杨德昌的电影的，一直去打开各种不同的门，节拍器、隔夜酒店、白板、防护罩、投影机啊、阳光、照片放大放大、车身、电玩游戏，跟着他的规则去，觉得那个时候是那样，改变他的规则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？这个作品可能每天都会吓到林奕华导演。